你招两名万点金，文把我的雕琴，海上乡来进步，山中来富贵，现起哩。郭丽云，李继宗，台东威武帝君，收了东村时，那是李继尧，红叶不应该。独处江山，如今郭林成军登基，大郭林吞下三道圣旨，成军登基，大赦天下，十恶不赦。明子再传旨，成军登基，大赦天下，十恶不赦。你都圣旨。我要文武百官，官升三级。皇兄有旨，京城子弟文武百官，官封三级。再传三道圣旨，新军登基，国父国官统一三天。是。明子再传旨，新军登基，国父国官。用一三天，明将受封，在韩必仁救驾，又讲封你为做相相地位，谢主良医。韩玉松面前听了，我哩明日新军登基，有了韩玉松帮忙管理，今封你为做好。洪兄回转京城，旁边有白喜龙到位。洪兄回转京城，正是太好了，来人，回乡门迎接。万岁！万岁爷，现此时洪兄回转你来，加盟洪兄，如果万岁，洪兄若是调转来，外路人是要安怎嘞？是。以情以理，洪兄回转，洪国洪兄回乡。好，外路人回乡。坐坐坐，万岁，微臣有一句建议，也毋过此话若要讲出来话，恐惊会冒犯着皇兄，请皇兄先来开示啊。是。现此时，洪兄回转而来，听三骨给你报税。伊甲一个白鱼龙，我怎么敢飞鱼？这是无要紧，也毋过现此是你新军登基，他帮外国人民解敌，又是那款式。洪兄，伊共这个白鱼龙踮在外面，人讲历久生情，你敢可堪保证，因两个无发生什么关系？卡斯公那是为为者，传到茶帮外国里去，人人敬敌，嘲笑你是舞蹈昏君，讲较歹听的，你就是捡人的破鞋啊！顿水，洪兄做人得不起我，一件事挂你身躯边，当初是哪不是洪兄，也要挂你今天的存在，也哪有可能反背挂你，对不起挂你了。好，花无百日红。假使讲洪兄沦落踮在渔川厝地，伊无都倒转来惊啥？伊嘛毋知你身军登基，伊敢无可能改嫁他人是毋是咧？皇兄，那条我老爸乌言乱语。阿弟啊，你哪样乌白讲这话？你到底是去倒听来啊？文武百官踮在厝地。皇兄啊，皇兄，敢讲你唔惊人嘲笑你是不是？你无顾着你的体面是不是嘞？他帮我讲，纷纷议论，你国皇兄，西川地界，一个美女郎，小人关系无单纯，我颜面何在？
个性质。假使讲你若唔只查本外国的扫帚，那呢，为什么我得帮助你？不在，我永远不在。